这个算卦呀，相面，这是个宿命论，灵不灵啊？不灵，不灵啊！你看现在谁还相信？哦，谁也不信，不信这个。因为哪位同志经过学习、政治觉悟提高，不相信这套，知道他是骗人的，可也不能说都不相信。嗯，还有少数的人呢，相信，那是极个别的，有的晚不色儿闯胡同。打着那小锣哒哒，还真有的人呢，开开街门呢，怕街坊瞧见。怎么，先生，领进来哦，五毛啊，算这卦，就这一会儿工夫，五毛给他。嗯，你叫他把你数了一顿，你还给他五毛钱。你瞧，你说这五毛钱，你干什么不好？吃什么不香？还有的人这样呢。诚心诚意，先生，您受累吧。您看我们丢点东西，找得着找不着啊？让那先生给算算。你说这人可多糊涂！怎么？你瞪俩大眼睛找不着，他瞎目合眼哪儿给你找？啊？哎，打听到了，他刚才还打听到了吗？你在这让他找东西。可是他们也有一套。你别看他们骗人，他们有一套方式方法。什么办法？你看过去这个三不管啊，有多少份儿？有的一张桌子，有的摆的挂盒挂子儿，是啊，有的六爻，嗯，有的什么也没有啊，拿着一块石板，嗯，白粉笔啊，他瞎往上画了，画什么？有的时候他在上面，你不知道他写什么，他写完了，他把石板往那一扣。只要打眼头里走，他就叫你。嗯，愣拍愣撞。是啊。哎，同志，同志，请快，快快快！哦，别害怕啊。嗯，不要钱，还先稳住了你。怎么个不要钱？告诉你不要钱。哦，这不要钱一定是白给你谈了。我就这样吗？这位一听不要钱呢，这位就凑合过来。这个不要钱了，不要钱的啊。嗯。我送你两句，那来吧。我也没事，你也没事，好，咱俩是闲谈。对啊，你的工作好吗？搞的工作很顺利吗？嗯，那说什么？先生啊，先生，我现在没工作，这句就蒙对。怎么？哦，没工作。嗯，先生就知道，看得出来你没工作，这给你写着呢。嗯，一翻个。这石板上写的什么？写俩字，没有，没有。你看，认识字吧？没有，这没有是没什么，就是你没工作，因为你这人对工作是不甘心，这山望着那山高，什么工作你都不踏实，觉得不适合。对，这个样子你的前途有害。你掏两毛钱呢，先生细细给你看看。哦，什么工作也没有，两毛钱归他了。对，就是这句蒙对了。你说这巧劲吗？你说这个要有工作呢，人家说有工作呢，怎么办呢？不是，你的工作啊，我学班，这一句就完。我今天休息。嗯，你说这石板怎么翻过来？你翻没有怎么办？他有主意。哦，哦，有工作，有工作。啊，您结婚了吗？嗯，打工作改为结婚。是啊，有对象没有啊？那说什么？哎，先生，我还没搞对象。先生就知道你没有对象，这写着呢，没有。哦，这改了对象。没有是什么？就是你没有对象。哦，因为你这个人呢，眼太高，看了很多人，竟然介绍。你认为都不合乎你的理想，照这个样子，你这个对象很难搞，你的心里也是犹豫。这么的，你掏两毛钱，我给你看看，好嘛？到这儿也是两毛。对了，说我要有了对象，我结婚了，有媳妇儿。他问你有小孩没有？好，你有小孩吗？你有父母没有？有哥们弟兄没有？反正问到哪儿也没有，就翻过来。就算你家全有，他还问问你有岳父没有啊？岳父也管呢。哎，连那头他都管。好嘛，有一次把我给乐的。
我正看见呢。是啊，就是冷天。嗯，他写了俩字没有，往那一扣。嗯，往过一叫，这位全可人。怎么了？问哪有哪。好嘛，什么都有。同志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白谈呐，奉送你两句。你工作怎么样？我休息，休息那有工作。哦，好好。有对象没有？有，结婚好几年了。得，跟前有小孩一样一个。嘿，一姑娘一小子都挺好。没了，没有的了，都有了。你父母啊都很结实。好嘛。你的弟兄，我是一哥哥一兄弟，兄弟上学，哥哥也有事儿。哦，姐妹呢？我俩姐姐一妹妹。太全了，满全了。你有岳父没有？我连小舅子都有。哇，小姨子、大姨子都有。完了，完了，没词儿，不没词儿，他也有。这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同志，今天多冷啊！怎么你身上连个皮猴都不穿呢？嗯，啊，先生，我没有皮猴。啊，我就知道你没皮猴。这儿写着呢，没有。啊，这也算呢？